没被他捕，给我逮到了啊！我给他划开，我看你哪里跑，放锅里了，放这边，再加点水，水有点少。这个石斑鱼生性太猛烈，必须给它冻了啊！冻它七七四十三个小时，加点生抽，上个色儿啊！老铁们啊，如果喜欢大嘴的，恰巧刷过的啊，给个双击，给个赞，下视频开喽！谢谢支持。